我爸爸可以治我拉的屎。扎一下，扎两刀，平 A， 平 A 接扎接 A 两下。进草丛扎一刀，怎么有点卡呢？中，扎两刀，扎一下，好快的刀啊！连我的出刀都没有看见，扎一刀。打不了中，什么叫压制力？这就叫压制力，这就叫压力。大虫子现在压力特别大。打不了 A 一下，扎一刀 ，A 两刀，平 A。他现在兵线推不过去，他刀他也补不了，鞋他也耗不了，用扣补刀的距离我都不给他。打吧溜，挨一刀。扎一刀，扎两刀接 W 走，接走位，扎一刀 A 两刀 E 一下，哇，扎一刀，扎一刀 A 两下 ，A 两刀 A 两刀 W 接扎一刀，小丑打不过我。扎一刀 A 两下，平 A 一下 A 一下 W 扎两刀接，扎一刀平 A 平 A， 扎一刀 Q 闪点燃接吸起来沉默一下一两下一闪下起来平 A W 吸 W O O 接扎小丑呢？扎一刀，不去啊！那里边有盒，他不敢过来。我 W 没 W 小兵，只是说我 W 的时候他隐身了，我 A 了三下小兵。能理解不？小兵头上都眩晕了，你放屁！小兵头上都眩，我给你赌命的。算了，咱都自己人啊，这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谁对都一样啊，谁对谁错又能有什么用呢？中 A 扎掏两下 E 一下平 A 平 A 平 A 接走位，我扎一刀 ，A 两刀 ，A 两刀 W A 两下，平 A 走位 E 一下 A 扎 A 两下，走位升级。靠，为啥没升啊？经验没吃到吗？兄弟，这小丑要是能把你也给反了，你就别来见我啊！那小丑上路让我一打三了，红都没打。
唐唐把你也反了，你就别跟我说话了。换人了，这上路啊，大虫子怎么跑中路去了呢？他跑中路，我们还是不推啊，就一直控线。他跟潘森抢经验，让他来抢啊，内杠过，看到没？人没了，人没了，我们就控。反正我也不着急。看看大虫子在没在第二个草丛里边吃兵啊？一下，我过去看看峡谷先锋。这片黑暗，希望无存，无可救赎，因为这黑暗。一定不能让他过来打峡谷啊！不要给他任何的东西。把河蟹打了。别控线了，速度吃塔皮发育。我现在不控线，大虫子回来在塔下我杀不了他，我就让他发育，我上哪吃塔皮去？我看你像塔。你像这一波我们再来吃塔皮，这波上路都没人，我们就吃塔皮。大虫子还死了，兵也吃不着，走吃小丑红的。快点走啊，左边全是人啊，中路变成两个人路了。他们中路变成两个人路的后果是什么？后果就是我们无敌了，一会儿我将是一个 boss 出场，并且永恩的发育不会太差。我就真是破败王了。
血塔给他拿下。这是给我拿的蓝 buff 吗，兄弟？扎一刀 ，A 两下 ，W A 一下，平 A 一下，扎一刀。回家。来个海妖，出个水银海。来把攻速。哎呀，我右弹冲击，右弹冲击，你才六级，别想不开啊！哎呦我右弹冲击，完了，右弹冲击应该是冲击了给我们。这波一闪现啊 ，W 扎两刀套点盐，死不了就拉倒，只能说试一试。还没到我们初三的时候啊，目前来讲，这潘森的装备它不错，这啤酒人可太不像人了啊，051。能拆二塔把二塔也拔了。回家，回家出把吸血。这波去下路，这波去下路啊，打一波团战，对面 ADC 712，把他一杀，杀完把琴女一杀，就完活。给我放控制守卫 ，OK。这波下路必打起来，我跟你们说，100%打起来。然后教你们一个不会被眼儿发现的一个小技巧啊！不用了，这波直接进草丛 ，W A D C 扎两刀 ，A 一下 ，A 一下 E 一下，直接大过来 A 一下扎一刀 ，C 一过来 Q 一下 A 接 W， 接 Q 接大招接扎一刀接 C。套盾接个扣，把下路拆了，不教你们了，刚才直接对面就上了，那没办法。接着拆，对面最多来两个，没事，走了。
先出个这个，然后我们再来一个白耳甲。啤酒人怎么不打野呀？啤酒人打野了，他60刀，小丑58刀，但我也不知道他为啥7级。你不吃野呀？我寻思我给你留一手。呀，小龙没了。复活甲要集火我了，随便集火。我现在就出6个帽子，他们都打不过。上楼没人，等他把沉默放了，我们杀他。上高地了，有没有人？小丑可能会出来啊，留个 W 技能，溜一手。板甲多少钱？2100，打个红去。这波没有大招，先不打。这是假小丑。打不留，扎两刀，扎一下，一下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A 接扎，闪现 A 刀。操，死没死？漂亮，这波吸，我炸，炸，踩住 A 一下接大招 ，A W A 接砸接 A 接给接吸 ，Q 接 ，R 走。等一会儿啊。抠空气，随便放吧，这时候还管着能不能抠着人。哎呦，我接大招打不了 A 两刀，扎一下平 A 平 A 平 A 接吸一打不了抠，这啥意思啊？哎，为啥我技能放不出来呀？我操！哎，bug 了！天哪，这也能 bug？ 我操，我1000块钱啊！真难玩呐！来个振奋。我1000块钱给琴瑟仙女了，那还行吧。
我一过来 W 接个 Q， 先把那琴女给杀了，杀完以后接个大，然后再吸一下琴女，我都死不了。这波本来双杀的，变成给了一千。打小龙，先杀 ADC， ADC 死了还行，我又被琴瑟仙女给杀了。这波你们四打三，我觉得能打，虽然小丑，虽然小丑是加一个人，这是真的啊。四打三的这波四打三，对面还是一个辅助，一共就一个小丑加个大虫子，这不随便打呀，兄弟们。这啤酒人他妈跟脑血栓似的，我操了！我瞅他就难受，我想一刀把他囊死。打大龙，有饭头。大龙拿下来了，我们还是很幼的呀，我发现。来下路，也可以退中。打不溜渣。别急上，为什么这就冲上去了？一下打不了 A 两下，扎一下接大招，接吸闪现踩住 OOO 接扎，接大招 A 接 Q 接 A 接吸，我不用 E 了 W 接 Q 接大招 A 接吸，哇哇哇！啊，大虫子，抠一下，哪来个小手？吸，放个盒。没事，我很右猜吧。下来吃经验吧，啤酒人。那是假的啊，那是真的。那怎么真的跟假的一样脆呢？感觉
接杀了，这就用点吸，我赶紧一走。他妈的这卡莎阵，这卡莎有 bug 呀！打不着中 A 刀，扎两下平 A 平 A 接吸，起沉默接大招 A 接扎接 A 两下 W 平 A 接扎接 A 一下接 A 一下接 E 接死亡，操真肉啊！先来个死亡之舞，咱得杀着潘森，咱们快走吧，啤酒人，潘森厉害呀！小龙，我打这么快呀、啊！对面啊，卡莎过去了。我扎一刀，人有点多，可能扎一下 A 两下 W A 一下平 A E 一下接扎一下接走了。哇，啤酒人可以，跳弹咱先别打、啊、这潘森有红 buff 可不好野呀，这潘森没事，我吸点血的。中 A 一下扎一刀平 A 平 A 接大招 A 接扎接 A 两下，哎呦我这潘森你给我砸死他，我下把又来个潘森，关键我怎么能打不动他呢？正常他没有护甲，我没有护甲，其实我应该能打的呗。他给我套点盐呗，他没套点盐，没套点盐啊！打大龙去，都来大龙，把大龙打给你了，啤酒人。打不了，扎两刀，扎一下 ，A 一下 ，A 一下 ，A 一下，扎一刀 ，A 两刀，平 A， 把潘森先给我杀了。中 A 一下，扎一刀，吸，踩住 ，O O O， 接扎，接大招，吸，接大招。一，闪现大招 A 接 W 接 A 一下，扎一刀平 A 点盐，接扎接 A 两刀接吸，一下，能一波不？好像能一波呀。
扎一刀